我唔知道我要讲咩嘢。有人问问题嘅时候，我就会答。讲到关于你同你姑姑妈哥嘅经验，呢个系个问题。你可以任何记起关于你对你嘅姑姑妈啦嘅服务咁样。上面那点问题是非常难去回答的。首先你讲，因为呢，当我跟个姑姑妈一起的时候，我好年轻。首先你讲，我年纪很不大，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老了。事实上，他每天他跟我们讲一些东西，但是我没有资格，所以呢，大多时候呢，对我来讲我已经忘记了。关于经验来讲，我会讲到算了，Guru Day， 算了，狗那人狗什么来着？他就去见我的灵性导师，那个时候我的灵性导师检查他的生病的需要时间，他都来那边，花了一些时间跟我的姑姑妈一起，然后我请求他留下来，在我房间里边坐下来，在我姑姑妈的房间里边，然后他开始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教导讯息，他们很年轻，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服务，因为纯粹的奉献者，一个马哈巴格最顶棒奉献者，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时候，马就马就问我，你怎都，在这个阶段去服务一个伟大奉献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不明白什么是马哈巴格达。他提到，无论如何，你没有这个结论，所以我讲的话，你要相信我，因为我讲的，你一定相信我，他是顶班的奉献者。通过这件事，我就让我讲，因为他怎么讲，我就相信他。我相信这些 Vaishnava 他们的说话不是我自己的经验。第二点是什么呢？当当我的灵性导师开始检查的时候，生病需要时间的时候，每天晚上我自己我跟他也是晚上，其实我跟他，他要我去唱 Kirtan 的歌，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我 Kirtan 什么是有什么歌我也不会唱，我就拿歌出来，有什么他们要唱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他会跟着我唱，好像比如说你太怕他看不了，所以他懂得所有的 Kirtan， 他叫我先唱 Kirtan， 然后他要重复的。那天晚上，他检测他上班休息时间的时候，那个是多的是，多的是一开始之后那天，在你生日的啊显现之前那两天，对，你生日的显现之前那天，一开始是那天呢？今天晚上，他就问要唱多的 Kirtan， 多点 Kirtan， 我就唱。我有个歌书，麦图拉的个歌书是印度文的，差不多了。
所有在歌里面，所有 Kitten 在里面，他就问我，问了下一个 Kitten 是什么啊，看你的印度文的书，要我唱这首歌。然后差不多是四点钟了，他叫我去，你快离开，现在你可以睡一睡一点吗？他说我会睡，然后我就想这个孟格拉提，我去，然后我就去孟格拉提，然后他就问我了，我就问他，你没有还没有睡觉，你要我把那个文章拿下来吗？他讲了些，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他讲的是东西，也是书啊，我那些当时的讲，我不明白他讲什么。我一点，我就问他，我留他两三句，我仍然不能了解他讲什么，我就走去问我的神兄弟，他们也都来，他们也不能够明白我的灵性东西，当时是什么，是讲的什么东西。唯一的东西就是，他开始唱玛哈曼陀。因为他明白到他讲的什么我们不能够明白，然后他开始唱玛哈曼陀，这样继续下去，他唱早上六点钟唱这个玛哈曼陀，那个是多的事，然后整天都是整个晚上的事，多的事，那个晚上唱有的是连续的两天，差不多是48小时。他唱得很大声的，有个见过那个房间，以前我在铺里那个房间，在二楼的。金先生好像那个房间，那个怎么远？金先生就在地下的，金先生。他就唱中，唱得很大声的，然后那些坐着很远的，对他们来讲，为什么他唱得这么大声呢？为什么他可以唱得声音小一点？他连续唱了48小时，他就是唱 Hare Krishna Maha Mantra 48小时，很大声的唱中。他是这样子劝中，他以前他不会讲半个小时，讲十分钟，他不也不会讲下去。他说，我要休息一下。但是48小时，他就持续去劝中这个曼陀了。对我们来讲，我那个阶段，我们觉得发生什么东西事情了，我们保育程度了，但是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他没有停下来。第二个要给我不同的了解，普通人呢，他可以这样去做吗？就这样不同的，这样子不断去唱下去吗？那些见过他的人，看到那个阶段，他101岁。很多时候都是盘在墙上面，那些看了照片的，他背后边有烧个枕头的，他甚至是睡在墙上，不是盘着的睡的，打着的睡的，一切呀。以前我们什么东西都帮他做的，带他去洗手间啊，帮他穿衣服啊，换衣服，我们要。他的手太真了，我也喂他吃东西的，他不可以自己去吃东西的，我们也趁着会喂他吃东西的。但是在那两天里边，一看的是我们带着他去加伊果达，在医生的忠告之下，我们带着他去加伊果达。可以想，我看到他。我只是跟他一起3年，之后他就离开了，离开这个人世。在这2年里边，我只是去每一天、每一个月去槟达芬去普里，
就按住都要，大概就十八个月，每一个月都去从平台湾去普里见他，服务他。但是那天我见到了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自己不可以移动他的身体，我以为他做所有东西，但是坐在两天里面，他就躺在自己床上面，自己一个人不停去移动，好像就贴躺这样子，不停的移动，不停的移动的转的，在自己的床上面去移动，一点都没有痛。他以前需要他也坐上来的话，就需要我们去扶着他，从床上面扶他上来，就这样去扶起他走上来。我们要怎么把你腿啊，这样去让他去下床，我们都要为他做一切。但是在两天里边呢，他自己做全部东西都是自己做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尝试去停止他这样去做，我们轻轻的，蛮好了啊，不要这样子了。让我们支持，好了，讲个 Jagannathas Babaji Maharaj。巴布吉马拉德都马巴布先生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中学，他的仆人比哈里达斯，我把他放在一个大家去很可怕的地方，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从那个盘子里面跳下来，所以呢，不同的奉献者，那些在他身边的奉献者。一锤一锤要他停下来，停下来，但是每个人都不成功。他没有完全没有停下来。然后，他就检视另一件事情了。那个时候，真的我的内心的都是，好像天人不怖，去来到马德萨去家里边，在。马伯伯 Vishnu Priya Devi 之前面前面，你听到没有？穿自己所有衣服全部脱下来，完全不是穿自己的衣服。同样的，啊，什么衣服要破，自己脱下来。但是哪天呢？他自己把所有衣服全部脱下来，我就给衣服他，他一转转，他也不接受，他不想穿着，完全不想穿着衣服，他就拿扣品，然后把它掉，就全身去卷，不同的风险相信，但是他完全没有停下来，有个风险在。风向就是不是乌腾巴布达讲到的，确定够点吗？翻译的，他说，卡尔巴布不是，他大力水水的推他，为什么不停下来？要他用大力一点去，要他停下来，好像他床坐那边坐下来。墙在那边，他的床在这边，他把他推得很远，他就完全就又
怎么说，把它推到就墙上面，墙上面，墙壁上面。对我来讲是完全想不到的，就想到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以前曾经想，他不过走路，他不过移动自己的身体，他没有身体的力量，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全部证明是不对的。我们看到他是全部做这些，全部这些活动，到最后第二个问题问到我的经验是什么？这个不是我的经验，这个是由他直接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了。你们想起什么疯狂的、什么疯狂的概念？我没有能量，我自己做不来呀、我有体力啊。有些概念是在《我海杂志》里面讲到，要讲到当古里离开的时候，他展示这些时光。就证明就总是我们去依靠他的，但是他检视这些时光，就是好像他也完全的依靠我们，但是这个只是去给我们一些机会去做点服务啊，不知怎地怎么样好，去就去跟他有所接触。另外奉献者就在垂听普利玛普利，我们去看他，听他的讲哈利卡塔，我们去 Keshava Krishna Prabhu， 我们去，他从来没有叫我们用我们为他做什么服务的，他像很简单个人，从来没有我们用我们去服务他。但是有一天他问我 Krishna 就西丹蒂玛哈罗两个去在房间里面给他按摩，当我们开机的时候，什么？我听不懂。不要想，他跟我讲，不要想，我也需要按摩。也不要这么想，也不要想，这个是给了我一些虚文呢。不是，作为奉献者，奉献者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如果你们想，苏克蒂高上面什么东西不要，他不需要什么衣服啊。苏克蒂高上面，他不需要什么人的服务，他永远不会生病，他不会口渴，不会肚子饿。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所有纯粹奉献者，我是跟随的，参加苏克蒂高上面的是使徒传师的。是其他们不检视的，全部都是检举的。他们什么东西，他们完全什么，这些什么东西也不需要的。但是，他们十分什么恩慈，给苏克蒂高双眼还有恩慈。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不敢就是好肚子饿啊，或者好渴。他检视这些东西，他们也永远不会生病。但是他们检视他们的生病需要时光，为什么呢？就给其他人会去净化。因为如果他们不检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世界的威灵没有能力啊，用任何方法呢去净化他们的内心的。所以呢，这些奉献者他才对我给过这个服务，我自己问你给过这个服务，为什么？为什么呢？如果任何时候你支持的话，现在你服务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这个觉悟，服务 OK， 老人家在，我给他帮他去做点按摩，对他这样去对他好的，这个是人性的，去帮助老人家，甚至你用这个动机去做的话，对好处仍然都来的，怎么样呢？任何时候，在你一生里面，如果你支持的话，这个会带给我们支持的。你会感觉到支持的，他们什么东西也不需要的，所以，但是你这样子做，
这个是为了自己职场，他们检视这些东西，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有很大很多结果。如果没有的话，这些东西普通仍然是很大很多效果的。所以呢，听到这些顾虑的说话 ，case by case 不不，听过我们昨天同说了八天马拉松。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我咕噜马哈拉吉。我们起底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副相者，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荣耀。我有些东西，哦，我们去起底，我们当时很不清楚啊，很问咬。我们后来我知道，哦，帕帕的门徒。是沙沙塔古的门徒啊，是苏阿弥巴巴巴的神兄弟，我们就去起底了，就见不到了。之后呢，事实上，没有从其他人听过他的荣耀，现在也没有，我没有觉得，我没有听什么人听过他的荣耀，除了从来我们的古鲁的。你说。我们古鲁爹给你是很宝贵的讯息啊，在你的灵性道是最美的日子的时候，你可以讲给我，告诉我们古鲁爹给你什么分数？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从他们听到的，因为我讲到他是伟大的八个法，所以呢，所以一个伟大的顶大。最伟大的奉献者，他讲到，你对我有信心，鼓励的教教授我，我的灵性导师，其实必须每日以不同方式这样去教授我，所以我是这样的，就是说了八天嘛，也是这样去教授，所以我是这样去接受的。但是，我看到的，他如果通过他的安全检视给我看到的，在这么年纪这么大的时候。48小时去唱中，我们不没说去嘉义国的飞机上面，我们给了个座位，特别的座位给他坐下来，但是仍然呢，好像附近的人，当你飞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是奉献者，不同人在附近的。有两个人趁机走到我面前，你可以叫他不要唱中，不要这么大声，可以吗？但是我要求他，但是他也不停下来。我们什么也做不来，所以呢，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再一次了，在你身上的神圣的那天。再一次了，差不多晚上九点十点钟，我们到那个晚上十点钟时候，他们打注射，让他完全去，让他停下来打针，让他停下来。他们要打帮你开刀的话，他就帮你注射一些药品在身体里边，让你完全是麻醉的。他们尝试去麻醉他，但是他也不停下来，所以他们给你一些注射，要他麻醉品，要他停下来，他没有停下来，到最后，他都不同医院不同的部门那边。他们尝试去怎么去做，但是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是医生，他们自己开始为他称重。所以呢，也希望他停下来，但是也没有停下来。
最后他们要我们，如果你们在这边的话，我们什么做不来的。我你话我神兄弟，那是坚我们坚持，我不可以让他单独跟你们一起的。然后他们要我们，你要闭，你把你眼睛啊关起来，你耳朵关起来，不然就是你要带他回去的。我跟布丹马上讲到，当时我们这些杂人是怎么去要怎么做，我就问他杂人，然后他有的。他给我批准我们这边做，然后只有找个时候，那些我不想解释的东西，通过这大概三天以后，他就停下来了。平静下来，我们在那边大概两个月。我的心也不能去运作，听不懂，不好意思啊。所以呢，有一天，去了圣托马哈拉坦觉得里去见我的灵性导师，他就说，跟个医生讲，他说，他不可以再讲，再谈话，所以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讲。就之后三天劝众以后，我就记起他讲的一两个句，他讲什么不同时候，他要回应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记起可能是重复一两个句，他讲的是什么，那些字在我们字典里是没有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的 Hindi 什么，所以什么是什么文字我不知道，但是上他妈到了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大概一两个月以后，他到了去看他，他介绍哦，我是，他介绍自己，他讲出介绍，我们好了。我读了这边，我希望有你的祝福。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可以讲了，说话了，他就说话。我的两兄弟，西南的马哈拉古平那瀑布也在，我们大概有七八个风向也在那边，都当时我们就在那边。他有几个门徒在，门徒。古鲁玛开始跟他们谈话，他们开始去分享不同的东西。大多数巴博的风险也都离开了，现在只是我们留下来，留对我安全啊，这样子这些说话。那个时候，我的记忆不太好，没有人。因为有些感情方面的，没有人希望去讨论这些东西。他们讨论的时候，他问过一两句实话，但是他没有提到。所以呢，然后他就离开。
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姑姑妈顺势不带妈叫他去给他菩萨的，不是这个房间，这里面不方便，去另一个房间给他菩萨的。他然后我可能明白他们讲的大概20%，因为文字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但是很清楚的。之前之后，大家也不明白他讲什么。之后他也没有再没有说话了。再一次给我另一个念头，这是我们想。哦，那个医生不可以再说话了，不可以明白了。但是他给我们证明一些东西，再给我们另外一些概念。那个了解，事实上来讲，那个是不对的。不是他不可以说话，他可以讲。他喜欢跟谁谈话，他就跟谁谈话。他不喜欢跟我们谈话，所以他不能讲说话。那个医生的报告是没有用的，他一再一再证明了这些东西。一旦他跟医生提到的时候，他提到他用那个说句是什么？你跟开玩笑啊？为什么你们这么讲？他不相信，他完全不相信这些医生的报告，而且这些东西又发生了。Yeah. 我们那时候想每天都想完全照顾他，医生一天每天看他两句，啊。医生说不相信，大多数时候灵性上有倾向的人，他们有很多很多时候不真心的了解他们的心意里面的。没有需要去听你们讲，不相信你们讲的。医生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报告，他给我们这个印象。Swami Maharaj 马上讲过，这些医生啊，科学家，无论他们是想自己怎么伟大，但是他们非常有想的，有个叫精明的这些，所以不同东西，我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有些东西我想去跟你解释，让我感觉到是啊。我从风向里面聆听，他是个伟大人物，他是马哈巴格瓦，所以这样，但对我来讲，这些小小的东西，让我到现在来讲，他不是普通人，不是好像我一样，不是好像我这样的人，但是肯定是，我没有说话去怎么去了解去描述他。啊。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大概是我不明白，不支持。我过了的人际以后，大概第二期的神圣夜，第一年的神圣夜。有一年在普里出庆祝，有人在马尔坡，有人在宾达芬在庆祝。布达马拉扎就每一年都在不同地方去庆祝，这个是他神圣日的。那一年的时候，他就住在宾达芬，我们的神圣地，我们的故，我的某某的故里，睡在哪里嘛？就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在他神圣日要做什么呢？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参加他的神圣宴的，以前没有参加了。我就问我不就要怎么做？估计都当时都到嚟，他你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回来。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睡着，做多一个小时工作之后，我就去德里那边。然后我们顶把古里的以后，真的走上山坡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想今天是你古里的人质的日子，他就问古里就跟我讲，不丹马拉有在变得分吗？我说他是在的，他就安排一些很大的资源。我就问，然后我就说，你问这是你问我，然后没有问题，古力讲，你再接嘞，你可以啊遵守啊。OK， 古力的，我讲了。然后他开始讲，古力讲，找一些花回来，有没花，有些东西。父亲节拿些花回来。然后他就问，拿些花供奉给我，我给供奉给他的时候，拿去。他说，古力说，有没需要把这屏幕拼了吗？他的照片呢？古力。有个奉献者说：“我要他的书，拿个奉献者拿个书进来，然后过来拿个书拿上来，放在他自己的外部里边，那边好像讲解，外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古鲁玛的照片呢，好像讲他这个照片在那边是讲解放下来，也过来讲，现在功夫要发，这是讲解，我们的功夫发，然后过来说。”古鲁的真理是没有分别的，对你来讲，特别是对你来讲，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的显现的你自己，显现的自己的。他说，有什么食物是可以吃的东西啊？然后他们就去，他吃的是一点东西，可是。现在是菩萨的嘛，你过了马哈拉就，你可以给每一个人，或者缺失一点点东西以后就分，很简单。我们顶班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过了的神圣，我的过了的神圣的日子，我是这样子庆祝的，庆祝啊。之后，我再次不提，他们有什么的职业对吧？对我讲，我继续去顶班。我从来都没机会见到这么多奉献者。我们住在庙里边，麦突然庙里边那些住在不同的地方，不知怎么样，当我从古里起的以后，我们到哈里南跟阿迪帅以后，睡了八天吗？也住在一个高频的高点嘛。古鲁玛哈拉讲一些 mantra 之后，他解释一点点，然后他就说：“那个布达玛哈拉其他人怎么如何去服务啊？”舍拉玛哈拉，他然后他到了，他坐在我房间里边，那个房间里边，然后他，我们去，我的古鲁玛去服务任何到来的奉献者，我顶拜他以后。我以前我完全不认识他的，睡了八天马了，不记得他的。做一次了，他靠自己解释，一个睡怎么做？完全的记已经记不来了，但是有一点东西就是怎么样？有些啊，人系都来了，人系关系，人系。
我不不记不起我我有时候想我我顶班没有个人，然后他提到就是这边他说，然后那个联系到你，吹天高点嘛，我们去拜访他，开去的时候有不同风险，就有些印象了。一两个月开学的时候，然后他提到他一再再他的白铁绿色书的个上面讲过经常乌格沙瓦经常要从一些更高的权威里面去聆听，对一些低等的权威不要留意，这个留个心里面很大的印象，这个不重要的，很多人识啊，变得分破裂啊，一些显现出来，没有个庙，很怕很多，他们就荣耀。但是，我从来没有，从没有坐下来听他们讲，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所以，做古鲁玛的时候，那些家伙我从来没有留意，啊，随着巴特玛讲，别。要听一些更高的权威，所以先这个感觉。两方面，我有些时候我有两个感受。所以巴特玛讲的乌格沙瓦，乌格沙瓦意思是这样子，很实际的啊，实际的应用怎么应用呢？好的时候，我们一直不听的，我继续，我咕噜玛哈拉就。学了古鲁南人的，一起学了巴提马拉的，人家起了什么？可以说可以学瀑布。主要的奉献者都是我们主要的，人家就是说阿弥马哈拉就开启的时候，我们一直听他讲，结果永远去聆听，不是聆听每一个人的，所以没有。我没有太多历史啊，他的，我的心里边没有这些东西的，多少时候，我没有感觉，没有损失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没有听过，我的生命没有分别，我听过也没有什么分别的，因为那些印象从这些伟大奉献者关于他的，更加有价值的。比起其他的，其他小，从其他人听的东西更加重要的。另一方面呢，任何时候，我们有机会去看他的书啊，他的文章啊，他翻译啊，也就去拼插，给我们一些不同的。看法，给我们是很高的品格，他的品格的，其实要给我们，从他的写作那边去看到的。唯一东西我记得，当我以前跟他交接的时候，不同奉献者会看到，特别是更高阶的奉献者，他永远都提到，我的生命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呢？为什么？除了帕帕帕开始的时候，当他都没有的时候，帕帕帕给手中给我个笔，给个笔帮我写作的，然后就一问他，就我们现在可以停下来，好的，暂停。我一生里面从来没有讲过我姑妈，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我心里虚构的，我不记得我将要讲什么，我不记得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讲的是。